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奥特曼格斗神话。今天我们选的两个奥特曼都是银河奥特曼。好，对面的银河奥特曼让我们揍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是吧？太帅气，直接给我们打蒙圈了。咱们这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，是吧？啊，欺负人的话，咱们得让着他一点。我对面的能量竟然被我们打的竟然加满了，咱们待会儿要找个机会搞个必杀技。我才发现银河奥特曼这个腿上功夫也是相当有能的，是吧？不仅长得帅气，而且功夫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咱们扔他一下，刀两段。哇，这个消耗的能量还消耗的挺多的，是不是？看看这个家伙就让我们脚踹了他们一身了，咱们待会儿再搞个必杀技就可以把他给解决掉了。漂亮，再来个必杀技他就结束了。好，咱们必杀技走你走一波。好，漂亮，是不是非常的帅气？直接秒胜，是吧？这个银河奥特曼在我们手里真的太垃圾了。好，咱们继续下一关，对战这个泰罗奥特曼，光之国的太子。看看泰罗奥特曼有什么高招，是吧？咱们银河奥特曼过来请教一下。啊，我发觉今天打这个奥特曼游戏啊，非常的轻松啊，对面都是挺垃圾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刚说他垃圾，他就生气了。好，看看我们这个小小的火箭摔，直接把他扔飞了。再来一次，是不是很爽啊？再来一次，这个是一个小必杀技。呀，他还在垂死挣扎。跟我斗，小样。也不看看俺们是谁，是吧？俺们是啊，银河奥特曼，银河系来的。你看光之国太子在我面前也是小挨磕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想跳起来踹我，哎呀妈呀，你太瞧得起自己了。看我挠挠不死你，哎呀，还敢背后偷袭啊，你个家伙，谁给你这么大胆子？你可把我惹怒了，我挠挠了他这么多下，这个血量消耗的还是挺少的。咱们搞个必杀技吧，直接送他见马克思去。好了。